就像一个杀人游戏，太过瘾了。他们是英雄中的英雄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它又是一场新的战争。事实上，我现在都不清楚谁是谁。老子要活下去。他是一个走钢索的人，走不好都摔下来了，做到一个忘我无我的一个状态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有人受伤，有人受刑，有人挨打，有人挨刀砍。对于我来说，就要付出比较多的时间，因为挺大的一个工程。因为三千个军人，就光化妆换衣服就分了20组，同时开始。从美术来讲，它应该是一个全景式，可以体现出剧本里所展现的年代的这种气氛。他经常是脱离了整个人去看剧本，去体验这个人是什么。片子一开始的前一分半钟全部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个镜头。貌似和平，貌似繁荣，但是繁荣下边肯定是刀光剑影。